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能量去感染更多的人，让他们有去实现以为的不可能的信心。喜欢健康四年的再来一人，让他们有了前进的动力。我希望粉丝每天可以多一点快乐，少一点压力。第一次见你们在南京，你们去了跨年演唱会，虽然隔得很远，听你们唱着快乐环岛、幸运符号、青春修炼手册，一年又一年惊讶你们的成长，惊喜你们的进步，期待你们的未来。就像自然堂面膜一样，充满舒缓治愈的力量。聚水之能，向光而生。